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在家报税安心防疫。如需前往国税局报税，请避开申报人潮，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一、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避免人潮聚集；二、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量体温，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保持社交距离；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请在家休息，并采用网络报税。报税不忘防疫，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高丽慈悲巡礼韩国弘法行。何许的阳光穿透蔚蓝的天幕，洒下遍地慈光，如佛陀温暖的双手，抚慰大地芸芸众生。慈悲心是佛法的根本，即一切德行的基础。诸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无怨无悔地救度众生，就是因为蕴含一颗无私无我的慈悲心。我们如果能够随时随地展现慈悲心，修持施食、放生等善行，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我们的修行也将更容易成就。为了提升动物们的权益，传递佛陀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慈悲善念，并提倡素食饮食，让世间减少杀戮，使动物们都能早日脱离三途，往生净土。在亚洲首度举行国际性的佛教动物保护会议。第一届佛教动物保护会议讲座在韩国首尔市东大门空中花园大饭店举行，包括来自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以及澳洲等数国及地区的代表踊跃参加，希望透过佛陀的慈悲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为世人传达保护动物的共识。而当日也适逢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在此期间借由佛陀的慈悲加倍，若能发菩提心，每做一件善事，其功德都会比
平日行相同善法，功德增九一倍，非常的殊胜。这次的会议主要是由地球动物权保护协会和动物爱护法议会这两个国际性组织所共同发起举办。这两个组织的成立目标是希望借由定期举办动物福利和权利讲习，以及在大学和校园中进行演讲，来提升全球对动物的认识及爱护。上午的会议中，特别邀请海涛法师莅临大会演讲。在主席鲍勃·艾萨克森介绍后，海涛法师便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生动开示。当然，所有的声音是来自于伟大尊贵佛陀的教诲，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爱，怎么样去爱护人，爱护所有生命。我想今天我们代表动物之声，鲍勃先生愿意办这一场演讲，就是因为慈悲心，也为了我们人类好。因为佛陀告诉我们，唯有爱护别人，唯有帮助众生，才能够帮助自己。我们所有自己生命的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的生命。如果我们去伤害到其他的生命，那就会伤害自己，这就是真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边讨论这个题目，就有一点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要被杀了，在楼下，在餐厅等一下要被杀了，我们却在这边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佛陀的智慧。就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面，却看到外面的爸爸妈妈要被杀，要被吃掉，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佛陀的智慧，消除所谓自私的我的这个想法，我们才可以打破这个监牢，去帮助外面的爸爸妈妈。当然也有人说，一只鱼，一只动物，怎么是会我们的爸爸妈妈呢？那就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各位也都会背的，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只鱼，一个肉当做一个食物，因为它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为什么佛陀会这么说呢？因为佛陀最主要告诉我们，慈悲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所谓慈，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快乐；所谓悲，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没有痛苦。那为什么要对其他生命慈悲呢？因为佛陀告诉我们空性。什么叫空性？也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单独存在的。希望透过这个世界性的大会，让佛陀的这种智慧以平等的爱的真理宣扬到整个世界。所以我想，我经常人家问我，你是什么宗教？一般我们在飞机场，很多人看到我都问说，你们是少林寺的吗？你怎么打坐的？我就会说，慈悲是我们的宗教，保持没有恨的爱心是我们的禅定，打坐不是坐在那边不要动，是不要生气，保持爱，你砍我杀我，我还是要爱你，这就是我们的禅定。所以我想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人代表动物，把这个慈悲的声音告诉每一个人。当然各位来到韩国晚上出去吃饭，哇，好好吃啊，都是肉，所以我们在韩国
这么已经很进步的地方，想要找几间吃素的不太容易啊。这个代表什么？当我们社会科技物质进步的时候，但是人类离开自己越来越远，人类离开自己的佛性慈悲心越来越远，满足欲望，得到欲望的快乐，变成人类的快乐。这个就是佛陀所讲的末法，因为人都无明了，无明不是不聪明，是没智慧但很聪明。这个聪明就是自私的，我满足我的欲望，我满足我舌头的欲望，但是我牺牲了别人，我牺牲了其他的动物。所以我想今天的主题叫慈悲爱护众生。为什么？所有的根源来自于爱护自己。你不希望你自己被砍、被杀、被吃，你不希望你的爸爸被砍、被杀、被吃，但是佛陀就请我们，那就不要去伤害到别人的父母子女，不要去伤害到其他众生的生命，这才是保护自己生命最好的方法。演讲中，海涛法师引用数则佛经内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当我们的慈悲心超过欲望时，自然放下自我的傲慢，修习谦卑和感恩之心，便不会伤害其他的众生，在不杀生又能爱护所有的生命之下，众生自然能远离恐怖，悠游生存于天地之间。而我们若能进一步发菩提心，超度所有受难的众生，不但减少生病的几率，身体自然健康，将累积成佛的功德和资粮。海涛法师精辟的演说，字字珠玑，获得来宾们极大的回响，使现场洋溢出无限的法喜。在会场中，并展示了许多中英韩语对照，宣扬爱护动物的书籍与绘本，来说明护身与放生的重要性。下午，弘法团一行则来到了位于京畿道的安养地藏禅院，即安养佛教大学，参加盛大的慈悲超度法会，以安抚一切有主、无主孤魂，以及数十万在韩战中牺牲的军警、民众亡灵，及所有因为天灾、人祸事故而不幸往生的有情众生，以祈求世界平安祥和。在偌大的会场正中央，庄严的坛城光明璀璨，熠熠生辉，供奉着巨幅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及药师佛等三尊如来圣像，左右两边则各分别供奉着观音菩萨及地藏菩萨圣像。每尊佛像皆是法相威仪，敷坐在莲花座上，盛大而壮观，洋溢庄严祥和的气息。法会首先由安养地藏禅院院长即安养佛教大学校长玄浩大和尚上台致辞，感恩慈悲的海涛法师率领诸位法师以及居士们莅临，借着善缘的汇聚，